进来是一个得点圈的打击机会。这一棒打得蛮扎实的，转眼手往后退，应该是接不到的落地，形成了一个安打。二垒上跑者轻松回来得分，打击的蔡明觉这时候绕过二垒停了下来。哇，这是一支长打带有一分的打点，兄弟相对，在五局的上半呢，这时候是靠着蔡明觉的适时安打呢先持得点。送回的跑者是王胜伟。眼见是两出局，但是被蔡明觉呢是敲出了安打。蔡明觉今年的打点到目前为止也相当少，只有三个打点。哦，但这个球被打的是结结实实的，越过了林正义的一个防线，一直是滚到全垒打墙才停下来。